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元神频道。如果你在爱元神，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资讯。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。现在是云云娇娇这个世界任务。这个世界任务，我是已经把这些位置的盗宝团给清理了一下，所以它自动到这个阶段来过来之后找他们对话。艾芒，你也可以一起跑的，你跑哪去了？你为什么不一起跑？他饿了。他要吃东西。你觉得他会吃辣椒吗？那现在这边是一个契约之沙的世界任务，从这个位置过来，来过来后看一下小地图，右左边稍微偏上，从这边下去，一路向下。接下来这边会发现有人打架，打架不叫我。对话结束后，跟着任务指引跳下去。眼不合就开打，等打完又要继续打，还在空中不下来的，你们这几个烦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七月之沙就完成。现在是在仪容部的镖局这个位置，啊，这边是可以接取到一个开图的世界任务，找黄山爷爷对话。对完话之后，看一下是在什么位置。那这边我就把路给剪一下吧。好的，现在已经到达任务点附近。过来触发下一阶段。这是要干啥？又要被忽悠了吗？不能掉水中是吧？但我感觉掉下去也没什么事啊，他肯定是在忽悠人的。掉下去也没什么事，那这样来说，掉下去和没掉下去应该是两段不同对话吧。打蓝色衣服的人就会失败，那我不是可以直接打？为什么没有失败？
看来是又被忽悠了。现在的话就可以开启这个门了。我华派怎么会没落成这样啊？这也真的就破破烂烂的，还漏水了都。带我去美生秀吗？一看就想拿什么馊主意了。这么多盐怎么想都融不进去吧。来吃吧，好吃的。冒着紫色雾气的肉吃吧。哎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